2019年第25届联合国气候变迁纲约国大会中，慈济以观察员身份出席大会，除了发表面对气候引起的疾病灾害，更将容易被废弃的塑料、纺织品、纸容器等创造成环保毛毯、衣物、建材等零废的循环经济，获得各国代表认同。虽然气候在变迁呐，我们人人要虔诚。虔诚呢，不是用口说，要真的身体力行，动手，动心念。动手就是要回收资源，要发挥呢智慧，变成了可以恢复到了再制良能。2020年1月，芬兰赫尔辛基日报更针对台湾垃圾回收情形做出全版图文报道，指出台湾经验可供欧盟及芬兰借鉴。要跟大人讲哦，台湾有宝啦，是因为人人会晓做环保。慈济推动环保30年来成果斐然，环保志工做到了精致分类、简约生活，也做到了吃素护生、敬天爱地，更做到了熏法精进、双修福慧，回归慈济环保置业的起点，竟只是正言上人有感而发的一句话。30年前哦，8月23迄一天，一场的演讲啦，师傅吼就一句话讲，恁要甲鼓掌的双手，咱来做环保啦。无想到迄句话，一直呢延续到现在今年30年啦。80年代，台湾籍音卡巴经济奇迹带来的不只有钞票，还有暴增的废弃物。各地垃圾掩埋场濒临爆量，家庭垃圾无处可去，弃置在街角的垃圾臭气熏天，垃圾大战在街头真实上演，更使当时的台湾在国际有垃圾岛的恶名。1990年8月，上人应吴尊贤文教公益基金会邀请，前往台中新民工商演讲。途经早晨的市区时，却见市容狼藉，满地尽是塑胶袋、保丽龙。上人心生不忍，于是在讲座上有感而发。咱若会当讲来改推动粪扫分类。会当回收的，搁会回收倒转去再做，安尼咱的资源呐，袂消耗，袂叫消耗，会当把资源呢，搁再再生。咱若会当安尼做起来，甲政府合作啦，民众、政府若来合作起来，我想这就当好社会进步。不过，诸位，恁会当鼓掌的这两只手，就会当做做什么？垃圾分类啦，对不对呢？这是我做电台。当时年仅24岁的杨佩珊，在讲座结束后回家开始做回收，并将变卖所得全数捐作善款，成了全国第一位将垃圾化为黄金的人。有了第一位环保志工后，
第一辆环保车、第一个环保站也陆续诞生，逐渐开展成遍洒全球的环保置业。至今，慈济在全球已有上万个环保点，超过110,000位环保志工，初心不变，用鼓掌的双手守护地球。2003年初 ，SARS 疫情传播快速，全球人心惶恐不安。由于病毒源头来自动物，因此上人呼吁人人要尊重生命，斋戒素食，与地球万物共生息。2003年11月起，慈济人展开新时代、新主张、新素食仪运动，广邀社会大众一同响应。2007年，有鉴于温室效应日益加剧，慈济人推动克己复礼、全民减碳活动，倡导节能新生活。同一年的岁末祝福主题，更提出感恩、尊重、爱，敬天爱地聚福缘，共同成就万物共生共荣的人间净土。几年前啊，师父给大家人一个标语，叫做敬天爱地积福缘，就是咱爱对天爱敬，真正爱敬天。古早人讲，举头三寸有神奇。啊，这个神奇是什么呢？是咱心，咱的心呐、啊，咱来净化咱的心。大地呢，才会当平安呐、啊。所以，咱来警惕咱的心态，所以爱时时有忏悔的心。啊，忏悔呢，将内心的虔诚、敬天、爱地，因为咱生活伫这片的土地里，所以咱爱依靠土地而生活。五谷杂粮拢是伫土地面顶起来，也咱也是塑胶真多，千年、百年未腐化掉去。啊，将来呢，要摕到位来建造呢，所以咱爱甲疼惜好一块大地。所以啊，咱敬天爱地积福缘，一个人做未完。无法度做，真侪人，真侪人同齐来做，这呢叫做积福缘。把这个福呢，要做好人群，该聚集起来，叫做敬天爱地积福缘。台东县地形狭长，偏远乡镇与市区环保站间隔一个多小时的路程。直到2008年，太麻里树光环保站成立，才解决交通难题。2009年的88风灾摧毁众人的家园，村民们连生计都成了问题。志工们的善念却没有中断，依旧持续做环保。三根不能断，我们还是要继续做下去。我们是跟上人发愿了，要生生世世的跟随，所以我们要更精进。这个天灾哈，我们都是一时的啦，可是我们这个志业是永续的。福建泉州的环保志工邱允顿，先天患有重度近视，70岁的他已接近失明。不过，照护身障不便的关怀户，做资源回收分类，对他都不是问题。伊个做环保嘛是个永久上瘾，伊有带那个上个转钱卡做，伊个阿个永久上瘾，鬼死啊，安尼啊。6年来，邱允顿靠一双手慢慢摸索，将回收物分类整理得很整齐。做环保一来救地球，
啊，未来这个咱在众生有啥困难的，咱就可以去帮助去补助伊咯。咱啊，去了就感觉辛苦啊，咱啊无去，咱啊未去，就加辛苦，就感觉辛苦。坚毅不移，只为净化大地的身形，也是全球环保志工的缩影。咱的目标就是保护地球，疼咱的子孙，也是巩固吼，真坚固咱来生呢啊，这粒干净的大地球。所以，大家人用心伫咧照顾，好即嘛，空气啦，真污染，咱地球人啦，甲这个天地万物吼，强其弱啦，人类万灵，什么都会做，也嘛是。什么都会迫害，现在这么哪会这么像污染嘛？污染源真伫人类，人口多，消费多啦，伤害地球的机会搁较多。因为安尼，咱一定爱改修正啊。要安怎样呢？去研究出了，这个物件变成，就是咱生活的宝，啊，该真精、很精纯的分类，这拢是环保菩萨的用心保留。啊，这是呢，予我真实力的宝器。这作为菩萨啊，身体力行。在爱护大地，这样在保护地球，我就已经很感动。从生活中落实环保，上人于1994年推动慈济人外出自备环保餐具，并于2001年纳莉风灾赈灾中，确定了往后急难救助都使用环保餐盒的方向。2004年，一群实业家成立了国际慈济人道援助会，开发以环保再生为主的赈灾用品，将慈善与环保相结合。2005年，慈济基金会即向大众推动环保五化，环保年轻化、生活化、知识化、家庭化、心灵化。2010年，慈济环保再升级，加入环保精致化、健康化，结合成环保七化，期望带动人人由外而内落实环保。这一年，慈济环保置业届满20年，上人展开环保20感恩之旅，一一向全台环保志工道感恩，并呼吁落实清净在源头，环保精致化。如何外而内落实清净在源头，也就是从生活中做到减低物欲，简朴生活，每天尽可能自理三餐，拒绝使用一次性餐具及容器，从源头达到垃圾减量，如因必要而使用，也要将回收物清洗干净，才能让资源再利用。我们人人都知道，污染大地也是人类造成，所以说来，不管是天地之间，任何一个地方，人人都要重视环保。我们在天盖之下，地在之上，人类啊，应该要负起了环保责任啊。常常说，
宇宙浩瀚呐、啊，天长地久。虽然它是地久，到底还有多久呢？人类来保护它，不只是我们这一生，还要下一代，还要我们的来生啊！人人提高警觉啊，要好好的一代接着一代来疼惜大地。只是即便环保观念已经普及，还是有人因为嫌麻烦或贪一时方便而将垃圾送进环保站，却不知已经造成志工们的负担。因此2014年上人行脚期间，再度呼吁志工忍痛教育，努力提升民众环保的道德观念。这一次的出门，最让我很挂心的呢，这种环保啊，我们呢教育还要再晋升起来，忍痛教育呀、啊，要道德观念呢也要教育。看看这么多的老人家，为了他们丢出来的垃圾，我心不忍呐、啊。所以我期待呢，真正的我们要教育升起啊，每一个家庭应该要看见呢、啊，为呵护大地的人如何在付出。2014年，慈济屏东分会更与屏东市公所合作实施“清净在源头”定时定点资源回收，由市公所将全市79个里分成4个回收区，现场有慈济志工教导，协助民众资源分类。单单10个月时间，全市垃圾量就比去年减少285公吨。回收量则成长近40%，要人人做到环保清净在源头，实在不容易。但慈济人相信，只要人人守护那单纯的一念心，勿以善小而不为，更勿以恶小而为之。一旦心灵清净，环境自然也能清净。人类活动频繁，极端气候频传，世界人口快速成长，濒危物种也随之增加。地球发烧，资源耗竭，生态失衡，几乎所有研究都显示，人类是导致地球加速毁灭的元凶。气候极端大议题哦，人人都要关心，人人呢都需要把它当成是一大事，因为人人要共知共事，更要共行。光是共知，只是知啦知啦，共事呢？哎呀，我了解了，了解，都对于现在这么急迫的气候极端的变迁，实在是需要我们人人呢要共行。因为呢，它的起因呢、啊、是来自于人类。解铃还需系铃人，人类必须养成少欲知足、惜福爱物的生活态度，并在生活中节能减碳、斋戒茹素，全方位地落实环保。因为减缓地球暖化速度已是全球公民无法避免的功课。古今如是啊，立体哈、哦。道理拢共款啦，那爱敬天
爱地及物，这就是咱爱学的吼。底下环保站呐，敢唔就是呢？敬天爱地及物啦，爱惜大地资源，所以呢，大家人会晓互相不忍非常，无忍心啦。大地地非常啦，咱爱，唔是干那爱大地啦，种种的物资，同时呢，有生命的，咱爱更搁较疼惜，无忍心非常。所以啊，立体英雄啦，不变。环保呢，守护大地。虽然环保守护大地啦，这就是道理，这是永恒的，无变的。啊，保护咱的心，咱爱护心。咱要安怎样道心坚固？就是爱，有一个完整的爱，护心啦。佛心爱护众生，所以咱爱学会晓护心。护心，咱就无忍心去伤杀伊。所以咱非所不可，大家人爱所，因为呢，所是同时也叫做环保。因为你那环保所是。就会当减少真多啦，物资的消耗。那会当有佛心啦，完整的爱，不忍杀伤，会当护心，安尼啦，天地平安啦。因为呢，咱人人会晓爱惜大地，大地资源啦。咱会晓甲保守，人类呢会过顶呢真富有，无亏欠。所以吼，咱爱护大地啦，一种敬天爱地植物啦，古今如实立体，咱爱精进，修法共用啦，这才是真正心。精神心勤行。